你们表面要跟我谈判，背地里竟然绑架我的员工。单总，什么后果我都可以承担，但是关美客栈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 单俊浩，你要干什么？ 叶千羽，我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。哎，单总，单总，单总，哎，大伟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常来玩。哎，单总。